如果你认为美食是人类的艺术品，多尝一口又何妨？一直在吃的周子期，一直在吃之旅，霓虹。名古屋站是日本中部地方最大规模的交通运转系统。我今天要坐地铁去附近的明成公园看一看，听说那里的花开了。奶奶你好。哇，日本的天气真跟漫画里画的一模一样。那个时候拿着相机就跟个憨憨似的，不知道说些什么。好爽啊，吓死我。哎，真羡慕他能有辆车。哼，我还要肉吃呢。什么来着？它真好吃。搞了一个墨镜，酷不酷？日本设计师手工，日本的设计师他自己手工设计的眼镜。然后我刚刚纠结于一个长得像快乐星球的眼镜和这一副长得像表情包的眼镜，就是纠结了一下。他说这个像表情包的眼镜是日本女星最喜欢的，所以，然后它的镜片是绿色的，所以我就选了这个，酷耶。Yeah。终于踏上前往白川乡的路程了。听说日本乡下民风淳朴，热情好客，即使是面对不认识的外来游客，也会很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迫不及待。你好，こんにちは。好吧，在这里跟自然极为亲近，跟他们接触，仿佛可以完成一次又一次的艺术创作。武士马拉松，不惜跋山涉水，也要与爱人相见的爱情片。满怀憧憬，对着天空呐喊的陈坚丽这句。用帝王般的目光远眺山河的历史片，惊险刺激的乡村警匪片。你很搞笑，你很奇怪，你头发很乱。看这天多蓝，这草多绿。用蔬菜摆出一个村落的样子，让每一颗蔬菜都淌出了灵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飞托烤牛，入口即化，吃的时候忘记拍了，再看一遍。我可以在这听一整天的流水声，不过赶在正午之前得去一个地方把药酒事给办了。
熊请注意，熊请注意，他是叫我注意还是叫熊注意啊？我要来喽！正赶上当地的古川祭，你看，我找到了混入队伍的精髓，手上一定得抱这个什么东西。这里真的好舒服呀，我真的不想走。不要，谁把灯给我关了？不要，哎哎哎！哎